次的比赛过程真的很曲折，因为我在一开始网络海选的时候呢，我以为那个就是要比出前三名，就非常认真的在冲票，然后冲到最后发现，哎，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冲票？然后发现根本就是海选。然后直到昨天，我想说啊，应该也结束了吧，哎，结果还有一天，然后我就整个觉得，我现在参加比赛一定要把那个规则跟说明看清楚。你整个是状况外哦。对，我整个状况外。然后刚刚鞋子又就坏了，直接爆。我想说咋办呢？我就好吧，继续走呗。走一走之后，另外一边也爆了。我想到底是怎样？我觉得很开心，今天可以得第一名，但是我回去一定要去拜拜。